永健先生有请四位。好，有请四位啦。Hello。
瑜伽或者熱身嘅動作，令到大家有煙癮嘅時候咧，可以做運動去分散注意力嘅。其實唔單止咧係去到即係有煙癮嘅時候啦，嗱嚟緊頭先我哋都講啦，5月31日嘅時候咧就係、是、呢個無煙跑酷日嘛。跟住落嚟咧，即係諗住試埋一啲好簡單嘅拉筋動作，除咗咧係等大家咧有煙癮嘅時候可以咧去到做之外咧，話你哋喺無煙跑酷日咧準備跑之前啦，你都可以去到做咧呢一 set 嘅運動，佢會幫你咧做一個光動嘅。好，即係為當場嘅朋友都可以一齊學嘅咯喎，快學下呢下。另外呢一隻腳咧，個腳踭嘅位置向前，你就會 feel 到咧，你少
算啦，係。OK， 好，再次俾掌聲為四位。